那个换个话放嘛，结果我跟你们讲，找人家调一下，不换了，我就找人调一下吧。他说也能调出来，就是我跟你们讲，我换设备的原子跟调音的原子差不多。这是神神奇奇的。要不要给你推个调音师？不不不，就是调只要2K。谁跟你说调只要2K？我跟你们讲，我的效果就没有调过2K。哎，你们要不然要听一下我清唱呀？就是什么东西也没有啊，就是这个声儿。你们听，我现在声音小不小啊？就是这现在的效果就是什么都没有啊，这个就是什么都没有了。这个就是清唱，这个就是纯清唱，啊！等一下，有差别吗？有啊，我什么就是你听啊，这个是带效果的啊，然后这个是什么都没有，这个是什么都没有啊，啊，就是等一下啊，给你们找找歌唱啊，给你们找找歌唱啊，感受一下有没有效果，用这个吧，用这个明显一点。等一下啊 ，OK， 现在但是有一个混响，就是只有混响啊，什么都没有。好，给你们唱一个，等一下，就这个吧。听出来了，声音大小。喂喂喂喂喂喂喂，听得到吗？场雨把我困在这里，你冷漠的表情会让我伤心。六月的雨，这是无情的你，伴随着点点滴滴，痛击我心底后，我不相信你不是故意的，却为何把我丢弃在风雨里后，我不忍心也不想背叛你，唯有默默等你回心转意。我没有放弃，也不会离你而去，哪怕要分开，我依然等你，我全心全意等你的消息。总会有一天你会相信我，我爱你。一场雨深夜里，在我的心中都不可比拟。呼耶，你走后什么都已经消失在风雨里。一场雨，我想你，我爱你，我爱你。混响都没有了，我把话放调大一点。喂喂，会炸啊！一场雨把我困在这里，你冷漠的表情会让我伤心。六月的雨，就是无情的你，伴随着点点滴滴，痛击我心底后，我不相信你不是故意的，却为何把我丢弃在风雨里后，我不忍心也不想背叛你，唯有默默等你回心转意。你们加点效果吧。也不会离你而去，哪怕要分开，我依然等你，我全心全意等你的消息。总会有一天你会相信我，我爱你。一场雨深夜里，在我的心中都不可比拟。什么都已经消失在风雨里。
感觉好像就是加没加效果，就是可能声音大小有区别，就是其他的，然后会透一点，是不是？就是加上这些东西，是不是会透一点？啊，就是说，跟你们说一个很好玩的事情。今天呢，哎，跟你说一个很好玩的事情，是吧？我昨天播了，昨天可能播的比较晚，不加有点闷。今天呢，跟哥哥聊了一下这个效果的问题，然后哥哥跟我说呢，他说，效果这个东西啊是辅助啊，最重要的呢还是唱功。他说你想唱歌好听，最主要的咱还是得提升唱功，对不对？然后哥哥又一顿说教。然后呢，哥哥就跟我讲，他说，哎呀，我也不知道找谁调。然后哥哥说，哎呀，我也不知道找谁调，最重要的还是要提升唱功。我给你们往后讲，你们听我说完这个事情啊。然后呢，就是我们都认识一个调音师啊，然后但是那个调音师呢比较难约啊，我就不说是谁了，我就不在直播间就是说是谁了哈。然后哥哥就说呢，哎，那我不找他，因为找他我后面我找不到人，对吧？然后后来呢，我就去找了那个调音师，然后那个调音师呢说就一定会抽个时间给我调。我说哥，你看人家现在多好，就是抽空都能调。然后哥哥突然，你们猜哥哥跟我讲什么？哥哥讲，行，你先去调，效果好我也调一个。他在前面跟我讲的唱功的事情呢，不是他跟我讲，还是唱功比较重要的呢？不是，我跟你们讲啊，就好的效果啊，就是特别是有一些有就好的效果。陶丹，你为什么不找董指导？就是，董指导，我找过他两次，但是董指导的效果没有那么的适合我啊。董指导的效果没有那么的适合我。我找过他，我包括我这台电脑也好，广州那台电脑也好，都有他的效果，但是可能他没有那么适合我吧，啊。调音师这个东西怎么说呢？他没有说哪个更好，只能说哪个调音师更适合自己啊。我跟哥哥其实我们俩应该算是同类型的选手吧，就是可能适合我的调音师就比较适合他。我好多人跟我讲说我跟哥哥唱的挺像的吧，但是哥哥那个效果，他现在唱效果也挺累的，他现在的那个唱歌效果会比之前要累一些，就是他效果上次不是被那个搞卫生的那个阿姨，就是搞卫生的阿姨弄了一下嘛，然后他的效果就没有那么舒服了，就是可能你们听我们唱歌啊，就是因为特别是在厅里啊，在厅里你们是不是听起来就是我的效果跟以前的效果差不了，就是特别特别多，对不对？就是可因为厅里它是有那个音损的嘛。但我们其实唱起来很多歌你们也能感受到，有一些效果我们唱起来就很轻松，有一些歌唱起来我们就好累。皇后娘娘，哥哥今天整这出啊。陶的声音是少年音，自封的哦。我跟你们说，哥哥有一个技能，他夹女生夹的特别像。直播间应该有嫂子吧？哦，对，我跟你们讲，今天下午我玩了一个很有趣的密室，跟我发小两个人去的嘛。那个密室它只有一间房。这个密室的名字叫做 Alone， 它是一个连锁的密室，它这个主题应该很多很多地方都有，直播间有玩过的没？那个密室的主题叫 Alone。
对 ，Alone。有人玩过没？他的那个主题是讲的什么？他的主题是讲的克隆人，他的主题讲的是克隆人。他不吓人，他不吓人。我跟你们讲，他是讲的一个什么故事啊？他是讲的呢，他们一家人都是这个生物学的专家，就是他们一家人都是生物学的专家，包括他的妈妈、他的儿子，包括他的父亲，都是这个生物学的专家，都是研究克隆方向的。然后呢，突然有一天，就是他们这个家庭里面的那个父亲啊去世了，然后这个儿子呢就在这个生物学有一些方面呢取得了一些成就，然后就有记者要来采访他们家，然后他的妈妈呢在家里发现了一些事情，就是整个密室他就只有那一间房，然后他在那间房里面发现了很多很多的事情啊，就是桃子湖南哪里的？我湖南岳阳的啊，湖南岳阳的。然后呢，就是发生很多很多的事情，然后最后发就是最后发现一个什么情况呢？就是她丈夫在生前做了一个克隆人的项目，这个克隆人的项目就是克隆他的儿子，看遍所有会笑的星空，就是他现在的儿子是克隆人，他真正的儿子被他的丈夫把他的那个儿子给关起来了。对，就是他的故事走向是这样的，然后呢，因为他的父亲觉得他的儿子不够完美，就觉得他儿子不够完美，不够聪明，他就去，因为克隆，就是他把他封印起来了，就不是怎么说呢，就是把他泡起来了，你们能明白吗？就是把他泡起来了，用那个克隆人去代替了他的儿子，能明白吗？然后那个故事接着往下走，对，他要了一个聪明的儿子，接着往下走，他发现了他现在，然后这个母亲接着往下走，发现不太对劲，因为他发现他的儿子并没有那么的像克隆人，就是对克隆一个完美的儿子，他的儿子没有那么像克隆人，然后就一直找，后来发现原来是他的父亲在把他儿子跟那个克隆人兑换的时候，对调的时候，他儿子想办法把那个克隆人关进去了，就是他，然后他努力的把自己活成了克隆人，从一个就是他本来学习不是很聪明嘛，但是为了活下去，就不断的学习，把自己变成一个很厉害的学霸。然后故事接着往下查。最后发现是一个什么情况，你知道吗？最后这个母亲，就是我们的身份是这个母亲，你知道吧？最后发现他的儿子并不是一个克隆人，然后他打开那个克隆的仓，里面用个福尔马林泡着的，用福尔马林泡着的那个是他自己，所以他自己才是克隆人。就他的父亲已经没了，他的父亲已经过世了，我不知道我这么讲你们能不能理解。对，他妈妈是克隆人，他妈妈是他儿子克隆出来的人，他儿子克隆他妈妈就只有一个要求，他想要一个爱自己的妈妈。对，这故事怎么有那么耳熟？那我不知道，这个应该是他们说是在外面买的主题，就是那个老板说是在外面买的主题。对，最后发现自己是克隆人。陶旭说：“行，我下回让哥哥来岳阳，我带他玩一遍，让他说一说。”谢沙老师的称心如意啊。谢艾莎老师的大啤酒，哎，我
我这样，我从头给你们捋一捋好不好？我感觉是我的表述有问题，是我的表述有问题吗？还是大家的理解能力有问题？你们好多人讲我的表述能力不太行。不行，我再给你们捋一遍，我再给你们捋一遍啊。就是一家三口，爸爸妈妈还有孩子都是生物学专家。我会唱年轮说，一是婴儿哭啼，二是学游戏，三是青春无语，四是碰巧遇见你。哎，我突然觉得我这个效果唱年轮说应该很好听哦，是吧？这么温柔的效果唱年轮说会不会很好听啊？我给你们唱一遍，等我一下啊。不行，我给你们唱一遍啊。表达清楚了，就是没有代入感。你们等一下啊，等一下，他得升级一下，我取消一下，就先给你们唱一下啊，给你们唱一下。一是婴儿哭泣，二是学游戏，三是青春无语，四是碰巧遇见你。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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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是这个。等一下，应该是本周耳机扬声器输出监听。输出吧，应该是。好，我试一下啊。东一榔头戏有伴奏吗？有没有伴奏？有啊，好，那换一个伴奏啊。等一下，等一会儿，我记得有一个那个的伴奏去哪了？有点跳跃，有点快啊！等一下啊，我找一下这个伴奏啊。这个电脑有点，上秒还在一口三，对不起，我的脑袋就转的有点快，你知道吧？就是没办法，就是大家就是经常看我直播，应该把思维变得更加跳跃一些，就是懂我意思吗？就是懂吧？哎呀，怎么卡住了？怎么卡住了？我服了呀！怎么卡住了呀？头都脖子现在有点红是吗？等一下哦。试一下啊！我没有这么说，委屈。哎呀，我不是那个意思。这霸道揭开我的身体，变成我的风雨，这全是我，那全是你，开过心的开心。看成长的痕迹，包括我的生命，篆刻我的掌印，计算着我，计算着你，过不去的过去。一是婴儿哭啼，二是学游戏，
三十青春呼吁，四十碰巧遇见你，了解这个你，沉迷这个你，世界暂停再继续，世事一抹眼里，白石坏了意，前世挣扎梦醒，万事贴心离开你，经历这个你，活成这个我，细数自己。信号通过的美丽，人潮冉冉升起，想起了我，想起了你，难跨过的难过，听发出的信号，雨心的眼底，人将人说思念，收回了我，收回了你，未到来的未来，一是婴儿哭啼，二是学游戏，三是青春无语，四是碰巧遇见你，了解这个你，沉迷这个你，世界暂停再继续，世事寂寞夜里，白石坏了意，前世挣扎不醒，万事贴心离开你，心里这个你，活成这个我，细数自己。我要不还是去换把椅子吧，咱说。要我还是去换把椅子得了。谢谢随啊，谢谢腊雨，谢谢你们的礼物，谢谢谢谢。这个椅子就总响，是不是？你们听得到我这个椅子，就是你们听到啊，就是我也不想它总响，你知道吧？就是，可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它总响，我换个便宜的椅子吧，我又觉得没必要。你说换个贵的椅子吧，哎，行，我跟你们讲哈，有耳朵今天找我了，就是那个大头啊，就这个大头找我，他说，哎呀，桃啊，你天天被我炸，我说挺好的，他说人家都排着队被大头宠幸，我说是是是，他说明天我扔鲜花，我说真的吗？他说真的，他说我以为你喜欢被炸。别人想还得不到，好好好好，就是咱就喜欢被炸是吧？我有这个爱好是吧？哎，换躺着不？我买个床呗，买个床放后面呗。嗯，给你们还还歌吧，欠好几天了。我本来想说明天给你们还，来吧，就把今天歌还一还吧。嗯，们，哎呦，今天这个图谁做的？今天这个图谁做的？他说有腹肌的张墨桃。我跟你们讲，照现在我这个吃东西的吃法，有张沙发在直播间吗？没有，我那个是个沙发床在外面。明天没有，我今天还。我效果明天会换一下，啊，跟大家说一声。你看这个图做的真好，有腹肌的张墨桃，表扬一下啊，太了解我了。嗯，先早点还歌吧，欠了好几天了啊！我看一下啊，都有一些谁的歌啊，放大，
放大啥呀？就这样，大家看字儿看歌呀，那也不是看那个什么呀？那不，木子熙在吗？木子熙同学在吗？木子熙在吗？这个图我也觉得老帅了，哪有腹肌？我腹肌在，给你们听一下，都是志哥做的，感谢志哥，感谢志哥，真好。鼻子没了，鼻子呢？木子熙同学你在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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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好好好好好，在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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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好，好，怎么说我不爱你哈？我要怎么说不爱你？我换个伴奏啊，总感觉这伴奏不对。我要怎么做你才死心？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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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还有什么流行的余地？我要怎么做你才
成了冲动麻木之下的疯狂。好，那么一首怎么说我不爱你送给大家，希望大家喜欢哈。这个歌是不是跟之前唱的有点不太一样啊，效果好像都没出来再说。好，将就听吧，将就听吧，将就听吧。我不知道你们听起来是好听一点还是难听一点。好，默默在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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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听一些，比之前好听吗？但是我也希望你们说好听一点，因为这么唱太累。他这么唱比之前唱累，因为他都是好在啊。直到遇见了你，我只喜欢你。直到遇到了你，遇到了你，我只喜欢你。好，一个潦草的名字。好。直到遇见了你，我
只喜欢你，不允许别人闯入你的生命。我的脾气是对你的爱心，疼爱的话用行动的时机，直到遇见了你，我只喜欢你，不用刻意掩饰彼此的关系，拥你入怀动作太不容易，牵手下去的用心不容怀疑。好一首直到遇见了你，我是喜欢你，送给大家，谢原有的比心，谢傲心的宝子该，谢谢西西的万象烟花，谢谢腊鱼的告白粉气球，谢谢大家，谢谢默默续费的阅读会员，谢谢。好，然后那么接下来这两首呢，我会好好的，我会好好的，是不是？我会好好的，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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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这个歌？是吗？恭喜长大了，恭喜啊！是啊，我不会，为行走的鱼不会啊。我会好好的。我不会啊，这个歌，这个我不会啊。哎，这个歌可能会吧，我看一下。我怎么感觉这个歌词我应该会呢？等一下啊，找一找啊，我会好好的，哒哒哒。好，我不会啊，不会啊。我就只会这地方。我会好好的，花海香香的，时间一直去，回忆真美丽。我是想着你，一直想着你，哒哒哒哒哒。好，就会这么多。好，然后那个还有一首可可托海的牧羊人是吧？我也不会。可可托海的牧羊人，这个我听一下啊，我总。这个我应该不会，但是呢，我总听到广场舞在唱，我应该能试试，来你们听一下吧。啊，等一下啊，也没能留住你，山谷的风。他陪着我哭泣，你驼铃声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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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等一下，我找个调啊。那夜的雨哒哒。等一下，我找个调。啊，这个，等一下啊。那个伴奏不对啊，不好意思啊，难怪那么高。我试试啊。这原唱是谁啊？那夜的雨也没能留住你，山谷的风它陪着我哭泣，你的驼铃声仿佛还在我耳边响起，告诉我你曾安心，我俩的酒和
不醉我自己，你唱的歌却让我饮醉无尽。我愿意陪你翻过雪山，穿过戈壁，可你不辞而别，还断绝了所有的消息。心上人，我在各个渡海等你。他们说你嫁到了伊犁，是不是因为那里有美丽的娜拉蒂，还是那里的杏花才能亮出你要的甜蜜？山峰外又有多里深深相近，是你，再没人能唱出像你动人的歌曲，再没有一个美丽的姑娘让我能忘记。出去走一走，我俩地球何不随我自己，你唱的歌却让我饮醉不尽。我愿意陪你翻过雪山，穿过戈壁，此而便还断绝了所有的消息。心上人，我在各个渡海等你。他们说你嫁到了伊犁，是不是因为那里有美丽的娜蒂，还是那的杏花才能亮出你要的甜蜜？山峰外又有多里深深相近，我知道那一定不是你，再没人能唱出像你动人的歌曲，再没有一个美丽的姑娘让我能忘记。心上人，我在各个渡海等你。他们说你嫁到了伊犁，是不是因为那里有美丽的娜蒂，还是哪里的杏花才能亮出你要的甜蜜？山峰外又有多里深深相近，我知道那一定不是你，再没人能唱出像你动人的歌曲，美丽的姑娘让我难忘记。哎，哥了，不好意思，晚上吃的有点多，怎么盘出来？就怎么？我跟你们讲，这首歌我真的一遍也没听过，我给你们发誓。嘉宾会，那我给你补首嘉宾吧，好不好？给你补一首嘉宾啊，嘉宾，感谢你家里隔音嘛，隔音的啊。可是今天晚上的东西我很爱吃啊，
我给你们发誓，真的，我没真没听过这个歌。分手后第几个冬季？今天是星期几？偶尔会想起你，你突如其来的谦虚让我措手不及，愣住站在原地。当所有人都替你开心，我却才傻傻清醒，原来早已有人为你定错了嫁衣。感谢你特别邀请来见证你的爱情，我时刻提醒自己别逃避。那傻气天一步也不走心，他精心布置的场地，可惜这是属于你的风景，而我只是嘉宾。我放下所有回忆来成全你的爱情，却始终不愿相信这是命。好久不见的你有点疏离，握手寒暄如此可惜，何必要在他的面前刻意隐瞒我的世界有过你。钟声响起，你守候在原地，等待着他靠近。温柔的他单膝跪地，暂且缓缓带起你的无名之力。当所有人都替你开心，我却才傻傻清醒，原来我们之间已没有任何关系。感谢你特别邀请来见证你的爱情，我时刻提醒自己别逃避。今天你装扮得格外美丽，这美也曾拥在怀里，可惜这是你和他的婚礼，而我只是嘉宾。我放下所有回忆来成全你的爱情，却始终不愿相信这是命。说好的永远变成了曾经，我试着重新祝福你，请原谅我不体面没出息，选择失败一下写离席。又不是偶像剧，怎么我演得那么入戏？这不该入目的剧情。换上你要的爱情，嘉宾也许是另一种宿命。离开你的足迹，事到如今还有什么资格关心？毕竟终成眷属的人是你，而我只是嘉宾。我流尽所有回忆来庆祝你的婚礼，却始终没有勇气祝福你。谢谢你送给我最后清醒，把自己还给我自己，至少我还能够成为那个见证你们爱情的嘉宾。遇见你的他真的好幸运，
但愿他会比我更爱你。OK， 一首这个嘉宾啊送给大家，希望大家喜欢。哎，你们听这个声闷不闷呢？就是我现在这个麦闷不闷呢？我唱了一半换了一个麦克风，就是你们现在听我这个声闷吗？闷不闷？就是跟刚刚那个比，这个闷不闷？不闷。哎呀，就我也感觉这个好像不太闷。你们听这个啊，你们再听这个啊，等一下啊，等一下啊。等一下啊，刚刚那个亮一点，等突然变声，我换了一个麦啊，等一下啊，你们听这个啊，再换一个，刚刚那个声音亮一点。这个声音会亮一点是吧？这个声音亮一点是吧？哦，那好吧。你麦放着了。好，好，行，我知道了。行，好。那么下一首，到金豆同学的顺。金豆才。这个呢，这个我会是肯定不会的，但是我们盘一盘好不好？会是肯定不会的，但是我们盘一盘。我听一下啊。我们听一下。天你就会回来，是不是我想数不清那天你就会回来，可太多的思念却压着始终转喜欢。是这个歌吗？我不是，真不是。在夜深人静零碎的不可能孤单的大大太多挂念光好刺眼殆尽之前你出现在我眼前就算是我的幻觉那有一点思念在这之前能够将我还你来学能够将我还你来学你要让时间怎么穿让错过的怎么还不想到醒来这一块我想过忘记是最后最坏的打算一生不然如此简单我试一下啊顺哎我如果我每天就抽点时间就直播给你们盘歌你们会不会看呀还是没耐心看呀就我刚学歌的时候可能是不好听我想说不清那天你就会回来可太多思念压着始终转喜欢
在夜深人静零碎的不堪，能孤单的哒哒，太多挂念，关好字眼，带进世界，你出现在我眼前，收的是我的幻觉，爱点，如果到深思念，等哪一年你来学。你要让时间怎么穿刚锁过的，怎么换不想到醒来这一块，我想过忘记是最后最坏的打算，一尘不染如此简单。后面还没学，试试啊，听一下。这地方是说唱啊。拍的照片是第一次画面，你让我触动了这按键，是放松的那面，在偷来满分的瓦解，在暂时分辨的那天，谁能够相爱，那是我们两人之间的最后一面，明明在这之前相拥得如此坚定，说着一直在身边，说过要一起看的海，现在我独自等待，你要让时间刚锁过的，怎么换不想到醒来却一块，我想过忘记是最后最坏的打算，我的 baby， 我是真的无法做得毫不在意，我只能做的只是每天默念默念，忘记是最后最后最坏的打算，一尘不染如此简单，那始终知道我的空没任何理由，你已经看见听我说的我不走，要让时间怎么办，不想到醒来却一块，我想过忘记是最后最坏的打算，一尘不染如此简单，这歌我没有学过，但是在听里听听老师们唱过，但是呢，我一会儿全部还完之后再来盘一盘，好吧？就是那个，全部还完，咱们再慢慢来盘一盘这些歌，好吗？好，就是有一些歌吧，我是不会唱的，但是就像今夜有雨这种歌，它也是我没有听过一遍原唱，我就听李老师唱，天天唱天天唱，哎呀我学会了。哪几首了，那么下一首到这个少女捉妖日记呀、啊。这个是哪个同学点的，我看一下。看一下啊。少女捉妖日记。哈哈哈哈哈哈少女捉妖日记是吧，西西同学少女捉妖日记，我试试啊，我不一定
整得好，整得明白，他这个怎么升降调呀？等一下，我这个好像没有升降调，等一下看一下，修改子软件设置，升降调在哪里啊？工具箱，你们等一下，我把那个升降调弄出来。升降调插件，应该是这个，太瘦的，难道是这个？我要搞一个升降调啊，稍等。哎，也不行。Hello， 酷狗。哦，出来了，好的，可以了啊。好，试一下啊，《少女捉妖日记》。少女捉妖日记，捉妖日记。我跟你们讲，我今天吃米粉了，老开心了。就是怎么在哪里吃的米粉，它都不如岳阳的好吃。少女捉妖日记。不对，这个东西不对，编组不对，稍等啊，等一下，稍等啊 ，OK， 一二三四，讨厌红色的点亮了插根的信号，怕找不到你我，好想你的欢笑。饿得受不了，又不想吃太饱，你要对我很好，我才能睡得着。每天作妖撒娇我最重要，独特的方式别人体验不到。你是我的女王，你是我的太阳，让我们相互给一个抱抱。忍不住哈哈哈哈少女般的笑，我想要抓抓抓，想要做你的猫，睁大眼啊你帅的不要，不许你逃逃逃，要在你的怀抱。讨厌红色的点亮，我加个没信号，怕找不到你，我好想你的坏笑。饿得受不了，又不想吃太饱，你要对我很好，我才能睡得着。每天作妖撒娇我最重要，独特的方式别人体验不到。你是我的女王，你是我的太阳，让我们相互给一个抱抱。忍不住哈哈哈哈少女般的笑，我想要抓抓抓，想要做你的猫，睁大眼哈你帅的不要，不许你逃逃逃，逃在你的怀抱。忍不住哈哈哈哈少女般的笑，我想要抓抓抓，想要做你的猫，睁开眼啊啊啊啊！你帅的不要，不许你逃逃逃。谢谢这个评论，给我笑死了。这恋爱的味道，我也喜欢加速后的心跳，想住进你心里的城堡，给一个拥抱，永远不逃跑。忍不住哈哈哈哈少女般的笑，我想要抓抓抓，想要做你的猫，睁大眼啊啊啊啊，你帅的不要，不许你逃逃逃，要在你的怀抱。这不会了再说。
OK， 一首一首少女足疗日记啊，还有一首深深慢哈，李子阳是找同学的哈，深深慢，这个秀我唱深深慢应该好听哈，来，看到你进来了啊，深深慢应该好听，我觉得，稍等啊，深深慢，深深慢，别了，干嘛就非得听这个是吧？深深慢，唱哒哒哒哒，白马踏新泥，寻寻觅觅，冷冷清清，月落孤啼。船伴我起，白马踏行李，山花娇夜，暮色从染红旗，屋檐洒雨滴，炊烟袅袅起，蹉跎辗转宛然的你在喷你给我打的，是不是有骂我呀？我录屏了，对不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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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忍住，没忍住啊，没忍住，就念了这一句。哎呀，下回唱。我穿了呀，我今晚没开空调而已。我穿了，我只是今晚没开空调，我想着今天晚上就不开空调了，就是没开空调而已。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那今天歌就全还完了啊，然后我们
我们往回，那我们往回回顾一下啊，有两首歌没盘明白的啊，给你们盘一下。我没回广州啊，在金龙。好好好，先立正睡觉，金陵画龙，谢谢谢谢。金龙拍拍操，我想想啊，主要是我那个动捕它没有那么灵敏啊。好，我们往前回顾一下啊。先那个顺我唱好不好听啊，好听我学一学，不好听就不学了。我是觉得我不太适合这种类型的歌啊。好听啊。因为这种歌太吃效果了，我的效果不是特别的那个。就广州那个效果它唱出来也不太好听。我想数不清那，我想说不清那天你就会回来，天你就会回来，你就会回来。我想说不清那天你就会回来，可太多的思念，可太多的思念，可太多的思念，可太来，可太多的思念，可太多的思念，却压着时钟转，却压着时钟转。喜欢在深深人静零碎的不堪，能孤单的等，能孤单的等。哒哒，太多刺眼，太多挂念，光好刺眼，殆尽之前，你出现在我眼前。太多挂念，光好刺眼，殆尽之前。你出现在我眼前，就当是我的幻觉，就你殆尽之前，眼前就当是我的幻觉。慢一点，如果倒转思念，慢一点，如果倒转思念，在这世界能够将我还你，能够将我还你，能够将我还为，能够将我还为你来选，能够将我还为你来选，能够将我还为你来选。你要让时间怎么穿，刚错过的怎么还，不想到醒来却已怪，我想过忘记是最后最坏的打算，一尘不染如此简单。能够换为你来选，能够将我换为你来选，能够将我换你，能够将我换为你来选。我跟你们讲，为什么我不想跟你们清唱，就是很多歌就是我没学会的时候，就是这种情况，就是一句话你怎么唱他都唱不转，就是怎么唱的这一句他都绕口，就你们能明白吗？就是能够将我换为你来选，就这句话我可能唱了很多遍，就是我可能唱很多遍，就是这句我都唱不明白。但是我觉得这个歌其实吃效果一点，我的效果没有那么的好，它可能呈现出来就没有那么好。但哎，不对呀、啊！现在我的效果挺暖的，唱这个歌应该还可以。唱这个歌就得暖一点，然后稍微丝滑一点，对不对？是这么个逻辑不？顺一下啊。
不信那天你就会回来，可太多的思念却压着始终转。喜欢在夜深人静零碎的不堪，能孤单的大胆，太多挂念，光好刺眼，殆尽之前你出现在我眼前，就当是我幻觉那一点。如果倒转思念，再能够将我还为你来写，你要让时间怎么穿刚锁过的，怎么还不想到醒来，却也怪我想过忘记是最后最坏的打算，一尘不染如此简单。还是那几个地方，还是那几个地方唱不好，发现没，就是怎么顺就是那几个地方就死活就唱不好。谢谢北向不下嫂子送来的运气牌啊，谢谢。就是始终怎么学就是那几个地方，可太多的思念却压着始终转。可太多的思念却压着始终转。可太多的思念却压着始终转。可太多的思念压着始终转，可太多的思念却压着始终转。我想说不清那天你就会回来，可太多的思念却压着始终转。喜欢在夜深人静零碎的不堪，能孤单的大胆，太多挂念，光好刺眼，殆尽之前你出现在我眼前，就当是我的幻觉。这地方也不会了。你出现在我眼前，就当是我的幻觉。慢一点，就当是我的幻觉。慢一点，如果倒转思念，在这之前，那幻觉慢一点。如果倒算思念在这之前，能够将我还你来学，能够将我还为你来学，能够将我还为你来学。谢丽教授的万上烟花。你出现在我眼前，就当是我的幻觉，就当是我的，就当是我的幻觉的，又忘了。光好刺眼，就当是我的，就当是我的幻觉，就当是我的幻觉。慢一点，如果倒转思念，在这之前能够换我为你来学。哦，有个点歌一次就好。好，我没看到哈。 XY 在吗？ XY 在吗？一次就好哈。在吗？嘿 XY 同学再好，一次就好。把这歌换了先。好，看到了。
想看你笑，想和你闹，想拥你入我怀抱。上一秒红着脸在争吵，下一秒转身就能和好。不怕你哭，不怕你叫，因为你是我的骄傲。一双眼睛追着你乱跑，一颗心早已经准备好。一次就好，我带你去看天荒地老，在阳光灿烂的日子里开怀大笑，在自由自在的空气里吵吵闹闹。你可知道我唯一的想要，世界还小，我陪你去到天涯海角，在没有烦恼的角落里停止寻找，在无忧无虑的时光里慢慢变老。你可知道我全部的心跳随你跳。一次就好，送给大家，希望大家喜欢。还有没有？还有没有？就是今天有上票，但是没有点上歌的，还有吗？谢谢艾莎老师的礼花筒，谢谢谢谢，恭喜可是二岁了，恭喜恭喜啊！还有没有？还有没有？还有没有有上票但是没有点上歌的同学？还有吗？还有吗？如果没有的话，我就要提前下个播了。还有吗？还有吗？还有吗？还有没有今天有上票但是没有点上歌的同学？有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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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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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啊啊！你们懂我，我他、啊，我想听说书，说书的话，这样我放个 BGM 好不好？艾莎老师，你等我一会儿，好吧？我放个 BGM。好吧，我放个 BGM， 然后你等我一会儿，等一下，我给你唱，等一下我找一下有没有那个，等一下啊，我。
找一下有没有那个，放个屁，放个屁啊！然后大家一会儿见。他不能判定我挂播吧？咱说，不能吧？等一下，挂个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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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女士的马桶就在门口。时间就会很快过，我会小心呵护守候。
会梦见我在这气球陪你兜风，看遍所有会笑的星空。这段夏天想着我，三秒后会梦见我，在这气球陪你。